欢迎同学们收看我们这次的教学内容。来，前面呢老师介绍过有理数，介绍过无理数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实数，这样行不行？什么叫实数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理数和无理数合在一起，我们再统称叫做实数。那什么叫实数？只要什么全体实数皆可以在数线上找到，换句话说，只要在数线上所有点，我们在数学上就把它称为什么实数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也就是在数线上点，不是有理数就是无理数，所以数线上所有点都是实数，这样行不行？既然数线上所有点都是实数，所以说数线上所有点不是有理数就是无理数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有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摆到上面来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实数的运算性质。只要 ABC 是实数好了，则第一个实数运算有什么性质？这边性质我们大致上很快速的把它看过去。第一个，它有交换率， A 加 B 等于 B 加 A 的话， A 加 B 会等于 B 加，这两个先加后加有没有差？没差。这也是啊 ，A 乘 B 会等于 B 乘 A， 这第一个交换率。第二个结合率 ，A 加上 B 加 C， 可以写成 A 加 B 再加上谁 C， 所以说对加法和对乘法有结合率。再来分配率，对吧？对乘法可以一个一个这样乘进去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第四个消去率，这两相等，你就把 CC 给消掉 ，A 会等于 B， 这一样，这两相等。在 C 不等于零的情况之下，可以把 CC 消掉 ，A 等于 B。这大致上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基本上问题不太大，因为我们从国中、国小后运算当中都算到现在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实数的次序关系，哎，这就比较重要一点。第一个三一律，这画星星，好不好？两个数字比大小，两个数字比大小，两个数字只有三种现象，第一种 A 大于 B。第二种 A 等于 B， 第三种 A 小于 B， 所以两个数字比大小，这三个当中恰有一个成立。换句话说，就好像两人比身高，一定是要么是我比他高，要么是我跟他一样高，要么我比他矮嘛。所以说两个数字比大小，要么就 A 大于 B， 要么 A 等于 B， 要么就 A 小于 B， 这三个事实三个条件当中恰有一个条件。刚刚好只有一个条件会成立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注意一下三一律。第二个定元域 ，A 大于 B，B 大于 C，A 比 B 大 ，B 又比 C 大，所以说是可以知道 A 一定会大于 C， 这样行不行？第三个加法律，好不好 ？A 小于 B 时，两边同时加上 C 之后 ，A 加 C 依然会小于 B 加 C。还有第四个乘法律 ，A 大于 B。如果说 C 大于0好了，把两边都同乘 C， 则 A 就会大于 BC。只要 A 大于 B，C 小于0呢，把两边都同乘 C， 这时候大于要变成小于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好，这实数的基本运算和次序关系稍微看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下一题，麻烦比较这两数字的大小，当然。题目叫我去比较大小，比较大小的时候，基本上题目不会乱出，它一定要有规则。所以说你要比较这些大小，你一定要抓出规则来。什么规则？你看一下，分子分母差距都是几？二，对吧？哈，你看分子和分母都差距是几？二。所以说九分之七，我可以写一减掉九分之二，二十九分之二十七，可以写一减掉二十九分之二。35分之33可以写一减掉35分之2，我看，因为大家都差2嘛，行不行？所以它可以写一减9分之2，一减29分之2，一减掉35分之2。基本上你观察一下这后面这三个东西，这三个东西分子都是几？2。基本上分母越小，分母越大，只会怎样？越小。既然这个越小，一减掉越小，可见这个就是越大。对不对？所以说注意一下，分子是不是一样？所以分母越大，这个值会越小，对不对？一减掉越小，可见这就怎样越大。所以基本上 C 大于 B 大于 A， 这样行不行？
在第二小题也是一样，你看一下分子分母这时候差几？差二。前面呢是分子会比较小，这边是分子比较大，行不行？你看一下分子都比分母差几？二。所以三分之五可以写成一加三分之二，这可以写一加十七分之二，这可以写成一加上四三分之二。那你观察一下，刚讲过分子有没有一样？有，分母越小，分母越大，只会怎样？越小，一加上越小，这就越小了，对不对？反观过来，这个分母越小的只会怎样？越大，一加上越大，是就越大了。所以说谁最大 ？A 大于 B 大于 C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以后只要靠这个题目，我们就不要再慢慢比直接写答案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只要靠这种分数，这个比大小，分子和分母差距多是几？二。只要差距一样，都有这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碰到一个真分数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像这边真分数的时候，好不好？真的数值越大，它的数值越大，就会怎样？越大。行不行？需要像九分之二、九分之七、二十九分之二七、三十五分之三十三，这些都是真分数。有看到啊？你看分子分母的规则有没有一样？有，都差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只要是真分数差距都一样的时候，这数值越大就值越大，所以 C 最大，所以 C 大于 B 大于 A。假分数呢？假分数就相反的，好不好？大家规则都一样，有都差二，数值越大了反而怎样？越小。所以说这时候 C 最小 ，A 最下 ，A 最大，所以 A 大于 B 大于 C， 这样行不行？你不要死记，好不好？你记一个就好，你记真的就好，真分数，好不好？数值越大就越大，所以 C 大于 B 大于 A。假分数反过来，好不好？你记的时候记一个真分数，真的数字越大就越大，假分数相反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是越大反而越小，所以说 A 大于 B 大于 C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